本所巡逻警网于日前千寻治安要点之际，见一名男子骑乘中机车，未戴安全帽且用逆向行驶，欲进入一间餐饮店用餐时后，依法盘查该男子，对其实施酒测，酒测值高达0.42。经查，该红姓男子前往饮用饮酒，而且自认为酒精已代谢完毕，才骑车上路，将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嫌，已请地检署侦办。